大家好，各位小五小六的学生及家长，你们有没有为了准备情分试而觉得很烦恼呢？情分试是小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考试，要在情分试考得好成绩，一定不少得的步骤就是操卷了。但是单靠学校的课程，又哪里可以找到这么多试卷来操呢？所以我们尖子乐园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中、英、数三科网上情分试卷操练班，让你们可以在足不出户的情况底下操练操熟情分试的问答技巧，到真正考试的时候就更加可以得心应手了。我们的课程分开中、英、数三科，中文、英文的课程是小五、小六都通用的，而数学是由于小五和小六的考试范围不同，所以就会分开小五及小六的操卷班。在每一个课程里面会包括四份试题、四份答案和四个解答的视频。同学们首先下载试卷，将试卷打印出来，每份用50分钟做完试题，然后下载答案给自己或者家长批改或者评分，再观看我们的解答视频，每个视频的长度大约一个钟，影片还可以重复观看。导师会详细解释每一题的取分技巧、答题重点、如何分析和处理题目等等，让同学仔可以避开常见的失分陷阱，直接提升考试分数。尖子乐园是本港著名的小学补习社，在情分试具有多年的经验，中文班由资深经验老师 Miss Stella 教授，他会详细分析题型，教授不同的答题作答技巧。英文操卷班由著名 Facebook 人气网络名师郭爸爸教授，增强增加学生运用英文的能力。数学情分操卷班由著名 Facebook 人气网络名师奇 Sir 教授，主力提升学生的理解能力，教导数学的应试技巧。很多曾经参与我们的网上操卷班的学生，操完几份卷之后的学校成绩都有明显的进步。如果你都想好像我们学生那样，中、英、数情分试都 A 晒，考入一间好的中学，成为尖子，那就要快点报名参加我们的网上情分操卷班了。